大家好，我是早上在古海，今天带大家来广东高州马贵这边看一个风水宝地。这个是李氏的一个风水宝地，是明末的国师王慧云为李家所点的一个风水宝地，地名喝行为猛虎秦狮牛。今天大家在这里看看这里的风水和地理环境，好，大家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去欣赏。首先我们看看这个门户，它门朝山，我们在门户上面往左边看一下，再看一下右边，我们看看这个风水宝地的外形，那么左右的护月煞。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，看看这个风水宝地的楼层。我们推到外面去看一看这个风水宝地的整体外形。这个风水宝地是坐有相卯兼庚甲，因为这块地建立很多年，现在也很难找到当年放水的位置。我们继续推到外面去看一下，我们申购下看一下来龙。我们在卫星地图上面去看一下这个风水宝地，我们继续推到外面去看一下。我们在外面往白虎位这边看一下，再看一下青龙。我们飞回去看看这个血星和白龙。我们在后面往血星这边看一下，我们在后面往左边看一下，再看一下右边。我们在后面飞个血星到前面去看一下，
我们飞回去重新看一下这个血型。这就是这个风水宝地的基本情况。今天视频分享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关注下左上角。